生人偏偏拢是傲人，要走的时阵要流浪，伊的心要交予别人，上最是留一盏伊美丽的头盏。我已经看破爱情无望，脚步嘛犹原真沉重，灵魂亲像一只孤帆，爱经过几落冬，才会当将伊放。谢谢邓平耶，也谢谢四位电视老师们，谢谢。好，马上请杨文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。来，平耶老师好。邓涛桑是我敬的，是我算的。阿德老师度假威胁我，恐吓我，我想要报案。所以我们的阿 Sir 还在的话，请接受我的报案。阿德老师说，如果这首歌你若输，我要退出歌坛。但是我不接受这个恐吓。因为咱是唱过勇敢的人，所以咱改变，哎哦，所以你这首歌曲呢，我觉得唱的真的很不错，很漂亮。但是就是因为可能是舞蹈的关系，会影响你一些动作卡卡的啦，或是比较唱歌会小可影响到，但是无代表到你这首歌唱了不好哦。反倒是我很喜欢我选这首歌让你唱。因为你从来没有唱过这样的调调的歌曲，这个痛的歌曲，我觉得对你来讲，因为压个个这么多人，熬唱歌的人真多，凭什么人爱听你的歌？凭什么我爱支持你？那就是一种善缘。在这个善缘要开始进行，你家己爱先结善缘，你结的善缘就是无限武汉的歌路，我拢爱去试看卖。我觉得我选歌选得很好啊。OK， 谢谢，加油。好，马上请子宏老师来讲评。平燕，老师好。平燕这个歌，我常在讲啊，因为你也没学过跳舞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OK， 所以辛苦了，因为这个歌还要载歌载舞，然后你还，所以你一刚开始的时候，觉得会有一点点。声音有点颤抖，一点点。对，就是，对不对？你是紧张吗？还是因为喘？喘。哦，因为喘才开始跳就喘。对，因为唱跳也是需要另外一种训练啊。我觉得，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训练一下。但我觉得整体来说，这首歌表现也还 OK。OK， 加油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请阿德老师讲评。就是让你唱跟跳，其实你已经做过啦，就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。但是今天就是有一个。更严重的挑战就是戴墨镜，你会发现戴墨镜跳舞唱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看不到。他真的有感觉，真的是看不到在跳舞。你知道你戴墨镜的时候，所有跳的舞都像机械人。没错，真的啊。但是后来拿掉以后就不一样了啊，就是这些都是要，因为你太疏于这方面的练习，所以你不熟悉啊。不过你今天遇到这个阿姨。阿姨，我是阿姨。这个对手啊，我觉得你回去要好好听他所有的歌，因为他的成长的过程，他的变化的过程，可以变成你的范本啊。好，你们俩加油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